主持人很喘，是还要跳小江，深入其中。深入其中。脚好酸。哎呀，太快了。等一下，太快了。你知道那个要学习的黄义阳吗？我说看不会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我没有什么？哎，没有人鱼线，我没有人鱼线，没有人鱼线，没人鱼，嘿。